可可呢？你把可可带哪儿去了？是我救了你，你应该先谢谢。你醒了，快联系一下你的家人吧，你医药费还没交呢。谁把我送过来的？不知道，见义勇为的好心人吧，把你送到急诊，人就走了。我女儿呢？什么女儿？就你自己啊！回头把医药费交一下吧。喂，这么快就可以下地走路了，看来你没什么大碍。爸，可可呢？你把可可带哪儿去了？是我救了你，你应该先谢谢。爸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和你想的一样。这事跟可可没关系啊，爸。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，那就没有人会受到伤害。你想让我干什么？查一下你身边谁是警察的人，有两个人值得怀疑，一个是程景松，还有一个是王倩。这世界很酷。